十到一，这是我们夺冠的脚步。从一个人到五个人，胜利是我们友谊的勋章。戒指、项链是虚名，也是强者的象征。倒计时时机到，今夜我将问鼎巅峰。有请发起人泰克特，成员大元穆塔、艾弗杰尼、唐古 Z、钟奇、盛宇、迪胜。今天能到总决赛，非常的感慨。众所周知，去年我第二轮就淘汰了嘛。那今年能冲到总决赛，首先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恩。其实大家也看到，我们这些兄弟们一场一场拼到现在，那今天已经到一了。那这个一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仅仅是荣誉，更多的是一家人可以永远在一起。当然也希望今天台上台下，我们都是喜欢 hiphop 的所有朋友们，我们都是一家人，然后一起度过开心的一天。现在请道具师联盟入席就座，期待你们稍后的冠军之争。快走，加油！加油！加油！现在请四大联盟发起人依次举起你们手中的项链，并告诉我们你们联盟最终累积的项链数。我们有八条项链。绷住，居安思危嘛。虽然我们暂时处于领先，另外三组联盟都很强劲，我们也相信他们为决赛准备得很好了。这个决赛我们也会使尽自己的全力，也不会因为我们现在有小小的领先就放松警惕。是。倒计时联盟个人 solo 战，你们会派出的成员是？我派出的是我，泰克特。我们相信派克特一定会帮我们继续赢得高分，加油！个人 solo 战第三位出战的是倒计时联盟的派克特。我准备一段话了。我准备一段话了。老派的歌曲给大家印象都是非常凶猛、非常 hip hop 的嘛，对不对？但他今天选择了一首不一样的曲风，是属于他自己的故事。那这首歌对老派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待会大家在聆听的时候可以用心去感受他的歌词的力量，好吧？对，作为我们的队长啊，我的很多的歌曲的重要时刻你都在。今天是我们最后一站，顺利的话就是我们的夺冠之夜。希望你能拿下这一城，不然我的专辑真的要遥遥无期了。派克特，请你后场准备，马上就开始你的本轮竞演。因为我是我们联盟的队长，那在总决赛这么重要的时刻，队长必须得打头阵，也争取给队员们拿到一个高分，让他们可以更安心的来接下来的比赛。派克特，他是本赛季个人胜率最高、斩获 MVP 次数最多的 rapper， 出战场次八场，获得了惊人的7-1的战绩，胜率88%，他对联盟有7颗星的贡献值。是所有选手中最多的，去年遗憾出局，今年抱着复仇和夺冠的信念强势回归，
他战绩显赫，一路吸纳强将，发起了项链数换 MVP 戒指数最多的联盟，这是他离成功最近的一次。每首金曲的背后都是他日夜备战的心血。他是今年名副其实的巅峰卷王派克特。有实力敢随便，有请倒计时联盟出战成员派克特，由实力起程点走上舞台。有请倒计时联盟出战成员派克特带来说唱歌曲32。我的父亲是一个聋哑人，所以今天我想唱一首歌给他，也是演一首歌给他。这首歌的名字叫《32》，这是一首写给我父亲的一首歌，也是我这32年来可能因为没有父母的陪伴，在我的人生成长中遇到的一些事情以及我的一些态度。这首歌呢也是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吧，想在今年这个年纪去说一些对他想说的话。我觉得这是我这么些年来其实一直不太敢去面对的一件事情，但我想在今天跟自己做一个和解，也希望能和他做一个和解。
今年我就32岁了。从我出生那天起，我就开始恨你。我恨你从小到大为什么你不在我身边，我恨你我受伤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在我身边，我恨你我结婚的那天为什么你不在我身边，我恨你奶奶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你不在我身边。我恨你恨了32年，但我也得谢谢你，这份恨成就了我，成就了我的音乐。因为这份恨，我也更懂得怎么去爱。今天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唱这首歌。当歌曲结束，所有的恨都到此为止。我想放过你，也放过我自己，我原谅你，爸，我爱你。在总决赛这么重要的一个比赛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可以有勇气去唱这首歌，就是证明我真的可以放下了，然后也是希望能开始我们彼此新的生活，也是希望能给跟我有类似相同经历的人来说一份鼓励。今天这样感人的，其实我觉得手语是更好的一种方式去在这个舞台上去呈现，啊，包括他最后自己也用手语去给到他的爸爸去比这个手势，啊，我觉得一切的设计，包括他的歌词都是非常感人的，那也讲清楚了他这个人的性格的一个由来，他所做的所有选择的一个由来，我觉得这是根本，我觉得挺好的，他有勇气把这个东西讲出来 ，respect。他愿意在这个舞台上把他自己剖析给大家，把这个故事讲述给大家，然后这首歌我自己个人非常的感动。32岁与自己和解这个事情真的太酷了，当着大庭广众之下把这件事说出来太勇敢了。对，因为人的经历不见得会有那么的相同，那么的雷同，但是其实很多事情给你的感受你都是会有相同的那种感觉的。对，想问一下老派，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首歌在我们的总决赛的舞台上呈现给大家呢？首先我跟我父亲挺长时间也没有联系的，其实他今年有一次住院了，那一次真的我认为本来我应该挺恨一个人的，但我没想到其实我也特别的紧张，所以我觉得今天在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舞台，我也希望能让大家跟我一起见证，我想放下一些东西，我想能跟他开始新的生活，然后也希望如果能跟我有同样经历的人，如果这首歌可以带给你一些能量，带给你一些力量，让你知道其实别等到遗憾的那天才想明白去爱这件事儿就行。我希望在未来可以去勇敢地面对任何我想面对的事情，如果音乐可以给我一份力量让我直接地面对，那我也想把这个力量传递给大家，去更多做出来有意义有能量的音乐分享给大家。个人 solo 战已经全部结束，让我们一起看本轮巅峰竞演的结果。首先我要公布第一位C 级联盟出战成员邓典果 DDG 的票数，请看大屏幕。159票，倒
倒计时联盟出战成员派克特的票数是请看大屏幕175票。哇，嘉宾帮唱战最后一组出场的是倒计时联盟的艾弗杰尼和 A3。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台上的这些 rapper 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叫做 Underground， 所以今天A3 和杰尼应该让更多人看到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们 Underground 的星光，也可以点亮在座每一位的心海。加油杰尼，想录他们。艾弗杰尼出战场次7场，获得6胜1负，86%的胜率，获得1次 MVP。他目前的战绩仅次于派克特，个人胜率排名第2。他在最先锋的说唱音乐类型里游刃有余，他带来了凶狠炸裂的舞台冲击力，他呈现了狂野奔放的猛男情歌。在本赛季，凶猛就是艾弗杰尼的绝对关键词。有实力敢随便，有请艾弗杰尼和帮唱嘉宾 A3 走上我们的舞台。大家好，我们是倒计时，我是艾弗杰尼。大家好，我是 A3。 那想问一下杰尼，为什么会邀请到我们的 A3 作为你的帮唱嘉宾呢？其实这段时间我跟我的联盟一直在开会，一直在寻找帮唱嘉宾，然后我心中在想到底什么样的帮唱嘉宾是我心目中的样子。这么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舞台，所以我心目中的 Who Star Future Star 就是我身边的这位 A3。 A3 这一次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么样的舞台呢？其实我们这一次呢有想过，因为我家问的是 A3 啊。哦，再来一圈。我看着现在挺像 Live House 的，就把 Live House 的能量带到这儿。我希望用这个舞台给大家展示什么叫未来的能量。Everybody hands up， 你们还有力量对不对？腿上还有，腿上还有没有劲儿 ？OK， let's go。这个肯定有点猛。你还有没有劲儿？有。腿上还有没有劲儿？有，你看看，跳的。这应该是 power 组，炸裂的那种。有请倒计时联盟带来说唱歌曲《新纪元》。大家好，我是福气世纪唱片的主理人艾弗杰尼，就是福气世纪的唯一一位 rapper。我们倒计时开会，哎呀，研究了很久，找了将近10几20位明星嘛，他们都瞧不开时间。嗯。就我有空吗？就我的档期是空的。所以我忽然想到，嗯。我觉得我心目中的 superstar 就是我们的 A， 就是我们的 A 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好，这次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叫《新纪元》，新的时代来临了，年轻 rapper 已经成长了，希望更多人参与进来，也希望更多的喜欢说唱文化，喜欢 rap 的朋友们，让我们中文说唱的版图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厉害，做到文化输出，希望获得一个让我们满意很好的成绩。
不停地升起他们叫我们 PC 比赛，张力的 rap 全部都看不出你拍的，招一笔就帮着我火力去干发火，真的带上你勾的圈子，基本被我带个 I'm like要他打不下的，输不上镜给他们欺负到家人，年转的小几年的就不唱，打个麦不骚，不能上就不上的怕我，不停的升级他们叫我们不 city 在的，抓了一个 rap 全部都看不着你拍的，抄一笔记抱着我火力去干白活，站着在上镜勾的圈子，被我打个 I'm like要他打不下的，输不上镜给他们欺负到家人，年转的小几年的就不唱，打个麦不骚，不能上就不上的怕我。Oh man， 这帮我们不 city rap 全都没有见过世面，所以我把他们拖出未来摆的，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爱跟手机什么，我转念的速度就像那个不停在这快的，夜不太翻不淡，夜间他们管我。我的嘴不就要听你命令，我也开个赛，想要这样 cake 拉走，开始到现在没有费用，所以得到我想要的水平台。我不在一个画面里演出欧美，我的我的未来不小心就开了头衔。Head down head down， 可以叫我爱浪，走一步算一步，未来的路还长。走着走着，肚子零散，都把老几套子唱，改变了我的命，我把头绪开始叫我浪。我们竞速太快，来个唱词就飞天，这次我的出现会有不一样的表现。你好，我叫 A 醉，看我的 beat 在 mountain， 趴下像芋头淘爆饼，这不是样，这是一口下布丁。爱奇艺那不靠近，就算空气变得稀薄也不。不允许肌肉搞定，你 I'm coming。 我接管了这里，把街头的鼓手都放进了歌里，我喝够了伏特加桑德的 Burning， 难怪我的歌词很大力不合理，很高兴想得力，但不用我导演，我可以不可以觉得我可怜你，住的像住着在苏格口飞里，这首是送你的苏格玛格里。上了钟想不通人机会抢走，和你说声请铁刷风，老风的就像木叶太猛，你还从学术社乱扔去了我的这段调调，转调这么牛确实不悄悄，他们唱歌来你要笑笑，以前我们就是先是淘宝变变，还是坐了出租车，他在锅里面吹视频，看三遍吃饭他说我们过子给马上火了修个车，我在头上马个旋有啥子吗说自己不想带着你的头子，你听我的，我们就要带着文字你，我将陪你过去更好时间。我的每句歌词都带着味，应该被切进把握，只是不出去点说唱，快说这些公平。喜欢扎堆的 feel rap， 我一天天的挖他他怕他他 P1P 的他们抓不住我的脉搏，老了们儿们儿们准备开新的机缘，我凭八十八字眼里妹妹的皮炎，我的皮钱要是放到以前，他们在我眼里就像被拆掰的礼券，没想可被拉扯到我从来不会浪，新买来的转笔刀我卷掉你的钢，你的撒娇外面写到赶紧给我掐了，电影三米有了开心看了有几把刷人，上下上下都是底层的笑，他们一直捧着爷爷从来不敢直笑，好像还没开始 KK 老快气的笑，连狗只剩外脚被给踢到池塘里去。锤子破嗓子都是我的规则，西郊来的老板肚子提高双手背着，有叫他的拍着嘴里曲子很好，你是曲子不行，这里挂裤装手里攒了亏的，小兵破行就喜欢罗桑，年轻 rapper 就喜欢我放，听不懂但要行有行，经常乖张雄红经常店里面选好发个来块巧克力，只有我们赶不上的没空争着练，连锁的吃饭需要健康三的拿，就算我的家里有两米平厚的泡泡垫，那些娃娃咋都喜欢吃点皮肤，我们养生还能保护皮肤，总不来片口里怪皮娃娃太多，家里吃菜有菜，老家地方有能喝两杯就黄着来给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 ，Yeah let's fly， I see you at top， 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 ，I don't give up， I see you at top， 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 ，Yeah let's fly， I see you at top， 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 ，I don't give up， I see you at top。他们这个舞台是一个比较 underground 比较纯粹的 hip hop 的感觉，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 rapper， 每个人都非常的硬，表演得很精确到位，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新疆的 rapper 的风貌。 hip hop 就是更多的 homies 可以加入进来，这才是我觉得这个文化的本质啊，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健康他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超级 respect， 谢谢大家。首先 make some noiseWolfgang Kiki 啦！好的，大家好。Kiki， 那我们来见第二位，他的名字是。Make some noise for。
自 Wolfgang。 我叫 A3，A 就是 Alpha， A3 就是 One。那几位刚刚接到我们杰尼的邀请过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在这个杰尼老板心里面是 number one， 没想到我们是他找的第二十一二三四个人。我是我都不是他亲自叫的，我是纳奇叫过来的。我是比替补还替补，你说咋办？我没办法。哎，我是圣宇教的，我是圣宇教的。我们叫替补天团，替补天团，替补天团。但是你得知道，就是兄弟一个电话，无论在哪儿，我们都可以聚一块儿。要 ，Yes sir，Yes sir。他们代表的现阶段中文说唱的一些新生代的力量。其实我们最后的这个 hook 是选了我跟派克特的一首歌，叫《无尽航班》。然后其实这首歌那个时候是他带着我，我那会儿是 Young Blood。那现在就感觉要把这个 hip hop 最后一个点要点到，那就是传承。对，所以说希望给他们一个惊喜的亮相机会。先请几位回到联盟备战区，有请。我感觉我们配合的天衣无缝。我耍帅，你就负责讲。帅，我觉得他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的作用。但是没想到我们是替补，第一反应。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明星替补，所以我很开心，已经升了一级了。没有没有没有，不存在替补的事情，就确实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音乐领域里已经是明星了，啊，然后我只是想借助这一次合作的机会，让更多人见识到他们才是未来之星。光看你开心了。来，你们坐，你们坐。嘉宾帮唱战全部结束，让我们一起来看本轮巅峰竞演的结果。赢得高分，很有信心的。我们即将绽放，我们肯定要突破的。排在第一的是倒计时联盟，413票。排在第二的是一席之地，383票。三十票。两轮过后，倒计时联盟依然处于领先的位置。那么位居第二名的一席之地与第一名仅仅相差30票。排名第四的小跑猪联盟在第二轮奋起直追，与第三名 C 级英雄只差25票。而 C 级英雄，你们完全还有机会竞演，还有两轮，请各位抓住机会。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三轮竞演，自由出战。每个联盟自由出战，不限出战人数。倒计时联盟，我叫 Tango Z， 我相信 Tango Z 一定会为我们拿下高分，绝对的绝，必须的必。自由出战第二组出场的是倒计时联盟的出战成员 Tango Z 钟奇。想问一下我们的联盟其他成员，你们有什么样的话想对我们的 Tango Z 钟奇说的吗？对，我们这一轮他直接飞到长沙来找我做歌，就是我会有很多瞬间感觉这个男人就是他比我拼很多，比我更拼。这次来中国巅峰对决2023，就是想证明
Tango Z 是值得你们期待的，他的音乐是值得你们喜欢的。大家可能老觉得他是一个很搞笑的博主，我想跟你们说，他在今年所有人的比赛里，我心中的 MVP 是他。搞得人家压力这么大，加油加油加油！接下来出场倒计时联盟，他们出战 rapper 是 Tango Z。Tango Z 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创作者，他的整个赛程把惊喜感拉满。他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带着我们流浪过地球，留下了暖心有力量的 verse。他更像是台上玩转 flow 的说唱卫士，也是台下频频爆梗的氛围强者。他用实力证明 ，You should know his name, Tango Z。加油加油加油 ，Tango！ 我们就陪陪他。老师，再过一遍，谢谢。再放一遍。对对对，放心，给我喝点水不？我再顺一下，顺，让他顺。我压力蛮大，但对于我来说，已经尽全力的准备好了，希望最后能获得一个不错的结果。好了。有实力，敢随便。有请倒计时联盟的出战成员 Tango Z 钟琦，由实力起撑点走上舞台。加油 ！Tango Z， 在表演之前，你有什么话想和大家说的吗？如果在我的余生当中，我要选一天作为美好的一天，我希望是。每一个今天 Let's go。 有请倒计时联盟出战成员 Tango Z 钟琦带来说唱歌曲 Tonight is a good night。 不希望说用一首相对来说更适合放在耳机里的歌去挑战可能别人更适合现场的歌曲，所以临时决定换成我这首歌曲嘛。有几个问题，音轨上 lead vocal 也得垫点，然后 verse 一那两个 backup 不要了，先走一遍我再调整吧。我觉得你可以放松一点。是，我主要是把它的调调好。其实很崩溃，总共这个时间几乎是要在不可能的两天，也就是40多个小时之内完成的，但是信心一定是有的。What is love？ 答案我全都会背。什么是快乐？有人说是成长的累赘。红灯告诉你该停止，绿灯就该狂奔。可等待结果的人们迷失在了海面色的黄灯。我知道自己是个天才，快乐能信手拈来。生来孤独，就算一无所有，也不会让别人编排。你规划你的未来，包括老板匹不匹？我的规划里是 nothing， 但只包括你。大家都想在比基尼海滩抢个座位，他们从来不说标准，却判定了错对。每个梦都做得很大，强忍着不认输。我快乐吗？耶，只说想说的话，不管世界怎么对我。有人对我霸道，那就给他一个傻笑，这是我想要的那种快活。你快乐吗？耶，也问过自己吧，如果也曾想过逃脱，就在这片海滩，把烦恼变成彩蛋，快乐就该被我尽情挥霍。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天才。特长是发呆还有宅，身边总是空无一物，因为天才生来孤独。也许在你们看来，我并不是个天才，我只要快乐，不要全部。感谢你嘲笑我的发声位置，让我知道将来要站在什么位置发声。感谢用弹幕不停跟我对峙，来这里是为了用歌词帮这个节目加分。我自己骄傲，如果你跟我一样，给我来。
早晚飞吗？就像太阳喜欢从西边落下，不必演得那么像，才会自由没烦恼，才会跟你不一样。你能拥有喜欢的工作当然值得大家羡慕，但东东和人却越来越少，让我对此厌恶。我们为了要长大变得多可怕，都要全在靠演的，把微笑送给直到我照面的家人越来越远了。听到海的那边有人吹起竖笛，感觉亲切吗？那天空地在喷射，听着闭塞不算音乐，看我不停的用我的自嘲，想把你给治疗好，只要能把你治好，我宁愿对抗这世道。等我抓到谁不一定特别耀眼，对吧？等你恢复了正常，我们还能一起冒险，对吧？我快乐吗？只说想说的话，不管世界怎么对我，有人对我霸道，那就给他一个傻笑，这是我想要的那种快活。你快乐吗？也问过自己吧，如果也曾想过逃脱，就在这片海滩，把烦恼变成彩蛋，快乐就该被我尽情挥霍。快乐吧，快乐吧。用这首歌送给所有的笨蛋，这个世界上厉害的人太多了，可能在他们眼里我们一文不值，但是在我眼里，你们永远都是一群追逐快乐的天才。高的，他最后那个 key， 那个 key 太高，太不容易了。他是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一个艺术家，有一个点抓到我的就是那个，他是笨蛋还是天才？可能就是因为我是天才，大家就觉得我是一个笨蛋。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傻傻的，但是可能在别人的眼中，哎 ，no。我们很欣赏你这方面，很佩服你这方面。我听到那个，我觉得哎，我也有同感。Shout out to Tango Z。倒计时20秒，投票通道开启。我觉得Tango Z 一直是一个特别有创造力的人。他之前在舞台上说，我们不要再去针锋相对，我们要做一点更有创意的事情。我觉得今天这个舞台他做到了，他的唱功真的后面那个很稳啊，应该也会拿到不少票数的表演，给他投一个好不好？ OK， 可以吗？可以。投票结束，希望今天我的表演可以让我的队友满意，也让大家满意，谢谢。巨大压力啊，厉害啊，老师太老自然了啊，很棒，特别好，谢谢，那很顺，没有情绪，什么都特别好，放松啦，唱够，我感觉票不是很高，哎，不会，很好，这声音很好听。联盟自由出战环节全部结束，让我们一起看本轮巅峰竞演的结果。期待奇迹发生嘛，拿下高分，同进同出，我们就耍嘛。首先我们要公布第一组一席之地联盟，我觉得我们就期待一个很高的票数吧，你就看我们这一轮能追多少票，完全有信心。192，请看大屏幕。186票，现在最高吧？最高，不错，很好，谢谢大家。第二组，倒计时联盟，160，希望我们这首歌能拿到一个高分吧。
请看大屏幕。148票。这有的看了。没事。今天吧，一百包子八分。追上了，我来了，我们来了，我来了。追上了，我们追上了。他们该超了。186比148，相当于超了38票。哇，那就反超了。刚反超了。第三组 ，C 级英雄联盟。169票。我因为杨和苏那个歌我确实很喜欢，所以他在我上面我觉得就可以啊。第四组小跑猪联盟。就只要我们稳住就好了嘛。请看大屏幕。154票。酷，好，至少我们稳住在我们想要的地方。是的，我更开心的就是看到他们两个可以一起享受一个舞台。这首歌我也知道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恭喜一席之地联盟出战成员杨和苏、黄旭获得本轮第一。我们来看看目前四大联盟的票数排位。一决第四。加油！这反超，反超了，反超了，反超了。暗票，这里面一定要说一下，在倒计时连续领先了两轮之后，在第三轮一席之地联盟完成了超越，但是根据的目前的票差，排名第二的倒计时和排名第一的一席之地联盟只差8票。各位，还剩最后一轮竞演，祝各位好运。Let's go。 因为我们的票数现在相差得很紧嘛，也会担心会不会被逆转呀，再被超回来，所以还是只要保持战斗的状态。来来来来来，聚一聚气，聚一聚，聚一聚，相信相信的力量，相信的，严好，真的严好，不要严好，咱们到这一份了已经。我们要聚一股气，聚气聚气，走起。总决赛第四轮竞演，联盟集体战，我们的联盟集体战。最后一个出战的联盟是倒计时联盟。加油加油加油，最后一把子，加油加油，有实力敢随便，有请出战联盟倒计时联盟，有实力起争点，走上我们的舞台。看了大家今天所有的表演，也听了大家刚才说的所有的话，我想说，不管你来自五湖四海，不管你是任何一个公司，你是任何一个厂牌，我们每个人今天在这儿，我们见证的是一件事情，今天就是中文 hip hop 的大团结，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是一家人，格局拉满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舞台交给我们的倒计时联盟。正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一样，我们这个队伍全是我们跟谁对抗，然后就把他吸进来。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这五个人没有一个人啊在这个节目里拿过冠军。我希望有五个同样有对冠军有渴望的人组成我们这个 team。 没有错。吓我一跳，大哥。没有啦，为自己加点镜头嘛，为自己加点镜头。第一轮呢，我对的是渊哥，早知道就不选他了。我想集齐五个戒指。第二轮呢，我们对的是艾弗杰尼，让 hiphop 回到街头。第三轮呢，我们又吸纳了唐勾 Z。 你那最后一轮呢，我们又选到了圣母。我是来夺冠的。这一轮给他打零分，记得投票所有的哈评人。来，走起来。完，圆满完成任务。倒计时十秒到。夺冠对我们最大的意义，在于这个夏天，我们是最开心的一组联盟。是我们收获了一份很真挚的友谊，因为跟兄弟们在一起并肩作战的那个感觉，那肯定会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我们出战的歌曲名字叫做《一家人》，给大家来一个春晚一个 feel， 对吧？就跟今天就是过年了一样，希望能大家最后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度过这个夜晚。希望我们这首歌能拿到一个高分吧。如果破天荒的拿了一个满分的话，那也是很挺悲的。有请倒计时联盟带来说唱歌曲《一家人》。Yo， 我中文说唱的家人们 ，Hands up， say it。聚一股气，来自三山五岳之中，跨过四海，扬名于五湖之后。时机到，我们是倒计时 ，Come on！ 我站在酷吧，坚定到山谷都不怕。新电信粉丝越过线，还是温莎包装炸。从开始出发，三分天注定，苦苦要出闸。兴奋看到名字闪电在你耳边留下涂鸦，无畏挑战时，让你脑内飞出发。要笑倒计时，能要尽的心吐纳。兄弟们，干得嚣张，江湖上的侠人，喝下这口，自在像主 buff 加成。可怜用一身去试衣服，带着气质和志气，以鬼神与智者之余，表达着励志和智力。Gonna gain last dance， 把千里路颠覆飞跃，在这功名成与。独笑提着枪的岳飞，五月的口气未发生流人气口，神州的手一拐通着最后一手，他握着兵荒马乱，大不流行，话不流行，加个班三个换不满分，不满分卡的脸。We gotta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yeah！ 一家人不说二家话 ，Keep your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One blood, one family， 一个眼神一句话 ，We gotta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yeah！ 一家人不说二家话 ，Keep your hands up。Hands up, hands up， 黄皮肤黑眼珠说中国话，玩 hiphop。我们是一家人，竞争一家门。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倒计时倒的是天地人和。我们是一家人，竞争一家门。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倒计时倒的是普天同庆。下的直抽搐，台北、杭州、长沙、西安、重走丝绸路，再次把游戏打穿，把这装满打翻，只要够团结，就能冲出帕克拉玛干。飞荡不定中，记录让刀刃的心都留下来。这个是胜利花儿绽放的花香，在神州大地遍地开。我们登山火山之巅，要冲破云端道，是最后一次挥霍八百力气穿进，破败黑板的壁画带出地下，时间给出的答案，时间破译密码，因为一代又一代的牺牲才有现在，时刻要保持清醒，绝不能随意变慢，机智的战胜对手，不惧任何困难，闹起了一家人，名正言顺夺冠。We gotta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yeah！ 一家人不说二家话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One blood, one family， 一个眼神，一句话 ，We gotta stand up。说阿家话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黄皮肤黑眼珠说中国话，玩 hip hop。我们是一家人，再敬仰一家门。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倒计时倒的是天地人和。我们是一家人，再敬仰一家门。我们是一家人。SUP。
意识到的是普天同庆。在风起云涌用之中，我只能保持沉默。看傲视群英雄的我在冰上挥洒文墨，他们当面不敢惹我，所以在背后人会被群魔 real 一点，我比你 real 的多，让我的痛结了痂，留了疤，圆了梦，带着光荣回长沙，刘德华全都中，善和美一起夸，丑和恶一起骂，记住沙普的善，用团结来画一幅画，爬上最高的山，压下最高的弯，当我们登顶靠的这把天地人和，巅峰上会有光，看黄河望长江，五岳跟着我换天地人和，游四海少年郎，盼望衣锦还乡，事到如今我们天地人和，倒计时时机到，我们天地人和，过年了，人哥，我们是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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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三亲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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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门，我们是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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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我们倒计时到的是天地人，我们是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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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三亲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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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门，我们是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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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我们倒计时到的是普天同庆。Yo。Everybody say 一家人，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中文说唱，我要一家人。谢谢我们的倒计时联盟，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表演。我们是一家人。以崩败的一个感觉来做的这首歌，我觉得是给所有今年的东西画上一个句号吧。倒计时，这是你们在本次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最后一个舞台了，那此刻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一路下来你们最大的感受。我很开心输给老派，然后加入了倒计时，然后来到这边交到非常非常多朋友，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的，我觉得，对，我觉得再怎么辛苦都很值得，谢谢大家。我是第二个加入倒计时的成员，然后也是输给了老派。一家人这个概念也是老派在后续在我们制作每个舞台的过程中慢慢透露出来的一个信念，我希望这个信念用今天这个舞台传递出去，告诉他们中文说唱一定要团结，只有团结才能够战胜一切。很高兴最后以一家人的这首歌在这个夏天跟大家做一个结尾，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不管是队友或者说在这个节目里的对手，或者说在座的各位，大家都很辛苦，感谢大家。派克的你们第一次碰面就是开始做歌来平息一些江湖纷争，对，所以我总是被卷入到这种漩涡里面，但是One blood, one family, 团结致富，很多事情都可以放下。我是说真的，对。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倒计时是一路怎么倒过来的？依然脚踏实地，哪怕今晚是地球最后一夜。Back to the street, 是为了告诉你们，莫欺少年穷，六年五班 ，On my KID, this song for you, for you。32，最后明白了一件事，全天下的 hiphop， 我们都是一家人。这个做完了，这个做完了，哇！我就说去年就开始了，真的真的是。谢谢谢谢我们的倒计时联盟，也把我们最大的掌声尖叫声给到我们倒计时联盟他们身后的一家人。下面我们要进入到我们总决赛的颁奖典礼的现场，此时此刻是为了一年一度属于说唱的夏天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的时刻，各位你们准备好了吗？随便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有实力敢随便年度 MVP。 有请去年获得中国说唱巅峰对决年度 MVP， 同时今年也是一直以巅峰赛事组身份陪伴大家的盖
周岩上台为随便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有实力敢随便年度 MVP 开奖 FMVP 哦派克特真的假的肯定你啊你最多随便觉得应该是老蔡了今天四轮的巅峰对决让我们一起见证了一个最完美的总决赛现场在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靠的永远都是实力获得随便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有实力敢随便年度 MVP 的是派克特本赛季在总决赛前的13场巅峰对决中他共出战8次7胜1负共获得3个单场次的 MVP 胜率88%第一轮 MVP 是派克特恭喜我的兄弟老派今天的 MVP 是 For You今天大家都看在眼里派克特是使了全力他自己的个人表现是无懈可击的从头到尾我觉得他整个状态都是 MVP 的状态作为那个 countdown 的队长我觉得真的我也很欣赏很佩服他派老师来了派老师来了太棒了Thank you. 酷好酷啊帅感谢每一个给我投票的朋友然后也是一个鼓励吧鼓励我们继续前行酷不酷哇哎呦可以合作我看我看影响了各位这个夏天最让人期待的冠军即将诞生究竟哪支联盟会获得随便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巅峰说唱联盟在此之前请四大联盟来到舞台走各位让我们先来一起回顾一下前三轮竞演四大联盟的累积票数排名在前三轮排名第一一席之地569票排名第二倒计时561票排名第三 C 级英雄513票排名第四小跑猪473票会担心被你超过来这轮期待能拿到一个很高的票数吧我们每一场比赛都是全力以赴已经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希望夺冠我们联盟每一个人都是英雄现在我们来根据表演顺序依次公布最后一轮联盟集体战的票数结果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第一组表演的一席之地联盟的票数是看大屏幕哟可以143票总票数712票一席之地联盟预测的很准的一边一算
我会觉得稍微有点低，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第二组表演 ，C 级英雄联盟的票数。155票，总票数668票。输赢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我跟我兄弟把想唱的唱了，已经够了，在我心里面。第三组表演，小跑猪联盟的票数。145票，总票数。618票。我们的目的是留下来一个很好的回忆跟舞台，我们会觉得很值得。演出演出演出，兄弟们，最后一个，最后也是在前三轮最接近的，倒计时联盟的票数。倒计时联盟的票数，请看大屏幕。倒计时联盟第四轮票数146票，总票数707票。有实力敢随便，恭喜一席之地以712票排名第一，成功夺得随便中国说唱巅峰对决2023巅峰说唱联盟。恭喜啊！恭喜恭喜 ！Congratulations！ 运气好，运气好。没有没有，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年度 MVP， 恭喜大家！恭喜冠军！我是战斗节目冠军，恭喜冠军！必须的！一席之地联盟，请捧起冠军奖杯。哇！你能拿得动吗？